我现在啊，在秀儿姐家的二楼上大号，然后发现呢，在这里大号真的是我的荣幸，因为这里真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好，非常适合大便。我这个人原本是有便秘的，但是我在这边哦，我大便都大出来了，因为这边真的很舒服，很舒适。为什么呢？请看，你看，在这么干净又安静的地方大便，真的是我的荣幸。我现在还在大便。这是他们淋浴的地方，哇哦！你看，空间超大的，我的荣幸。